嘅嘅嘅嘅畫面咧，就喺、是、诶、嗯、大概我五六岁嘅时候，嗰时時嘅电视其实我记忆之中系唔系廿四小时放诶播放啦、啊？当然就系、是、每日差唔多五点零钟就开始播放，然之后去到十二点可能甚至未到十二点咧就就刪台噶啦。咁所以好少节目嘅。 但是对当时嘅香港嚟讲呢樣嘢已经係变成一种好重要嘅一个娱乐啦。第一次是即睇到所谓电影嘅，就是粤语长片。咁我相信今日大家同学咧，誒粤语长片是一个好陌生嘅一样嘢啦，或者好少嘅机会是真真正正可以接触到粤语长片啦。印象之中记得嘅第一套我嘅睇嘅语語片是一套叫做《车底惊魂嘅电影，確实嘅故事其实我都。 即係已經完全唔記得晒，但係我有一個畫面我記得好清晰嘅。咁、那、嗰個畫面咧就係講一誒女主角啦，女主角嗰陣時候叫做一個好好紅嘅一個青春玉女嘅明星，叫做林鳳啊。咁佢又拖住兩個細路哥，就俾啲壞人追，一路追追。咁佢就拖住兩個細路哥咧，就一路走，走到去鐵路嗰度。咁但係走,走走走下咧，就前面就有架火車嚟啦，就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咁個鏡頭就係個畫面，就係、是、個火車，系一聲冲埋嚟。咁當然我諗，即係嗰陣時嘅我，即、就、係、是、五六歲細路哥，係好驚嘅呢個畫面。但係我亦都唔知點解，我記得我自己有一個意識嘅，就係、是、我唔知點解我識得有個意識，就話拍電影咧一定要有個 camera。咁、那個 camera 就對住即係拍攝嘅對象啦。咁我當時喺度驚完之後，就喺度事後一路喺度諗點解嗰個火車。 唔會撞低嗰個攝影機嘅呢。當然後來有交代嗰個女主角呢，就冇死到嘅。原來所謂車底驚魂，佢就趴低咗，趴低咗就喺個火車誒嘅、呃、車底同埋個路軌中間，啱啱有一個空間俾佢哋趴低喺度。咁所以嗰兩個細路哥同個女主角呢，都冇死到。如果大家有睇過其中一個最早期嘅一部電影，即、就、係、是、電影發明咗之後拍攝出嚟嘅一部電影呢，就係、是、叫做《火車進站》。咁其實嗰、那個 根本就唔係一嘢乜嘢嘢嘅劇情片，就只不過係一段好短嘅片，就係擺咗個鏡頭喺個月台嗰度，就拍攝架火車進站。 而差唔多呢，嗰、那個角度呢，亦都係就係嗰啲見到個火車呢，即向住個鏡頭衝埋嚟。咁電影歷史書話俾我哋聽呢，嗰陣時咧喺巴黎，嗯，呢、這個電影首首映嘅時候呢，就好多觀眾呢都睇住人幕，見到誒火車衝埋嚟嘅時候呢，好多觀眾都,觀眾都嗯拔荒而逃，直情係即係真係以為架火車撞埋嚟。咁所以我覺得睇到呢段歷史嘅時候，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因為當時又經歷緊嘅嘢就好似電影草創期呢啲觀眾。 嘅經歷一樣，我我估計應該就係從嗰陣時開始，我感覺到即係、就是、電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 fascinating 嘅一樣嘢，充滿咗好多好好好多奇幻嘅嘢，充滿咗好多我解釋唔到嘅嘢。其實電影帶到俾我第一樣嘢呢，呢種 excitement 或者呢一種咁嘅魔幻式嘅感覺呢，其實係令我消除咗另外一個經驗，就係、是、就係、是、孤獨嘅經驗。

生個多生多一個嚇，希望可以挽救挽救到個婚姻。咁我應該就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即係誕生嘅。咁但係其實我出世之後咧，我爸爸就離開咗我哋，誒、呃，再冇翻過你屋企。我相信其實嗰陣時候我都係係孤獨嘅，因為最近嗰個姐姐都相隔七年啦。 咁同哥哥都相隔咗十幾年，咁佢哋已經嗰陣時候已經讀書啦，已經甚至有一個哥哥即係出去做嘢，咁喺屋企裏面呢，其實係冇人同我玩嘅記憶之中，亦都因為。 屋企突然之間有啲經濟上高嘅轉變呢令到我係誒、嗯、我幼稚園我冇讀幼稚園嘅，同埋我有病嘅細路，嗰、那個喉誒、呃那個個個、那個喉嚨唔係幾好，呼吸係系統唔係幾好，咁就就就好多時都會有病嘅，咁所以一直都留喺屋企，即、就、係、是、有有咗電視機之後呢就個電視機變咗係我一個很好好嘅即係排遣時間同一個很好好嘅朋友咁樣樣。 咁呢、這個咁呢樣嘢可能令，亦都令到我覺得即係、就是、對電影係特別親切。咁事實上，即、就、係、是、一直以嚟，即、就、係、是、一路大個一路到而家，對我嚟講，電影真係一個好好嘅治療啦。即、就、係、是、無論我係好唔開心，我好多迷惑、呃，我感覺到孤獨，我感覺到無助嘅時候、呃，其實我真係會去睇戲。 可以講下我同粵語片嗰個淵源。嗯、um,，我好鼓勵大家如果有機會睇下粵語片啦。粵語片其實喺五六十年代呢，係即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娛樂啦。嗰陣 <music> 時仲係菲林啦，即係底片啦，然之後即係誒誒誒誒洗印翻做正片，咁就有所謂我哋嘅拷貝啦、copy 或者叫 print 啦。咁嗰啲 Prince 放完放完之後就放到溶爛爛咁，又可能又去咗東南亞，咁所以剩低嘅 Prince 亦都可能誒陸陸續續咧會流失嘅。咁啲底片呢，亦都冇一個保存嘅意識，咁所以而家香港剩翻落嚟嘅粵語片，其實嘅數量呢，緊及呢係差唔多誒，即、嗯、係、就是、生產嘅數量係三分之一。咁都保存咗喺誒電視台或者係誒誒電影資料館。 咁電影資料館係幾乎我哋目前而家唯一可以係喺大人幕上高睇到粵語片嘅唯一嘅機會。咁而且嗰啲 quality 呢，大部分呢其實都係好差嘅。加上當時嘅技術都係落後嘅，或者個機器啊、器材啊等等都係唔好嘅。咁所以睇粵語片嗰個技術嘅要求呢，你一定要將佢放到好低咁佢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嘅粵語片，好強烈、好強烈嘅教育意識。 或者教诲功能啦，呢、這个对成个社会嘅影响其实系相当大。因为中意电影，而又因为诶、嗯、我系受咗另外一样嘢嘅影响，就系、是、我哥哥嘅影响，因为我哥哥亦都系因为要自己赚钱诶。呃 交書補費又好，零用錢又好，嗯，就開始寫稿啊，去買一啲英文嘅電影雜誌翻嚟，然之後翻譯一啲文章，譯寫一啲文章就投稿去唔同嘅報紙。亦都因為我需要賺錢啦，因為屋企窮啊，冇冇零用錢，咁就去，亦都學學似我哥咁去投稿。我第一次嘅投稿係我十三歲嘅時候，啊，大概一九六九年，嗯，誒，就已經開始即係學人寫所謂嘅影評啦。咁當然其實～ 好幼稚啦！誒、呃，但係但係當時候其實亦都係成個嘅社會嘅氣氛係比較自由、比較開放，好多呢咁嘅機會嘅報刊係相當接受誒、呃、讀者嘅投稿，甚至每個報刊都有一個所謂嘅讀者原地嘅。咁亦都係通過呢個投稿嘅關係呢令我認識到比我上一輩嘅所謂嘅影評人。咁誒。呃 而呢一樣嘢呢，亦都係我後來再諗翻呢，原來係對我自己嗰個成個發展咧係好重要。通過呢啲咁嘅關係，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呢，其實係從呢啲嗯比較特長一輩嘅，或者甚至長兩輩嘅。 影評人身上都係學習好多關於電影嘅嘢，學習好多關於誒組織上嘅嘢，學習好多關於甚至一般嘅生活嘅常識。我嘅成長，我對電影嘅愛好，亦都因為結識到呢一班嘅影評人，令到我更加容易、更加深入，或者嗰個興趣對電影嘅興趣更加大。咁所以好快呢，就真係電影對我嚟講就成為咗一種好親密、好親密嘅一樣嘢，同埋喺電影裏邊。

有關 humanity、有關 human 嘅一啲嘅觀念同埋嘅價值觀呢其實係粵語,語片俾到我哋嘅。起碼我自己亦都其實好多我同輩嘅朋友咧，誒係好感激粵語,語片嘅。除咗粵語片之外，另外一個更大嘅世界一定就係外國片啊！當我開始接觸西片。 當我開始睇外國嘅電影嘅時候，當然嗰個 fascination 就更加強咧，因為西片無論喺任何方面都係比粵語片強好多嘅，製作又係，個娛樂性又係，嗰個題材又係，甚至嗰個成個成個成個視野都係。咁中意一樣嘢，你自然就會，當你沉迷咗落去嘅時候，你想想知好多嘢啦，想知好多,多關於電影嘅嘢啦，但係你揾唔到嘅。除咗一啲報刊上高。 但係呢啲介紹其實冚棒都好 limited 嘅，嚇都好局限，一個禮拜先一次，或者嗰個篇幅好短，係完全滿足唔到，因為我當時候對電影嗰種沉迷而產生嘅嗰種渴望，特別係對外國片。結果我要決心學好我嘅英文，而後來我接觸好多電影，亦都係透過一啲非商業嘅途徑去接觸。 咁佢哋一啲外語片，特別一啲歐洲片咧，佢只有只係有英文字幕，所以一定要睇英文字幕先至了解到。所以呢啲加埋晒咧，就令到我下定一個決心：我唔係中意英文，我亦都唔係一個好勤力嘅學生，但我真係要學好我嘅英文。而喺我嘅同輩或者再上一輩嘅嘅嘅嘅朋友裏邊咧，亦都係好多呢啲咁嘅 case，甚至佢哋因為中意法國電影，所以決定要去學法文。嚇，亦都有一啲。 比我上一輩嘅，要去學法文為咗乜嘢嘢咧？唔係特特別係中意法國電影，中意一個法國導演啫。佢就係想同呢個法國導演去通訊，所以佢要決定要學法文。佢真係寫信俾呢個法國導演，呢、這個法國導演係真係回翻信俾佢。呢、這個啲而且確係一個好強嘅一個動力啊，去要求自己去 set 好多嘅唔同嘅目標俾自己，一路一路向前。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即、就、係、是、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成長嘅經歷啦。 真真正正同电影发生关系，除咗我作为一个观众之外，正式系同佢发生关系系一个评论。当然我嗰阵时写嘅系好粗疏啦。诶、呃，今日睇翻出嚟，即系唔能够算系影评嘅，但系阵时都叫影评啦吓。呢、啊、样嘢亦都系自此成为我嘅一个，从来都冇离开过嘅一个习惯。甚至到今日，我冇为一个特别嘅原地，一个特别嘅媒体去发。

影響到我到最後係好大好大，包括即、就是、我再唔係單單係滿足於寫影評，我更加係希望係真係去 practice 去拍電影，而係產生更多嘅共鳴。甚至後來我到拉尾，除咗拍電影之外，嗯，我有另外有一段時間好重要、好長時間嘅工作就係、是、去發行。所謂發行就係買啲片翻嚟，然之後安排喺戲院度放。 呢個 basic 嚟係一個商業嘅行為嚟嘅，但係 very honestly，我發行我最初嘅時候，甚至去到拉尾，幾乎好 exclusively，我嗰個想法點解我要發行呢部戲就係、是、我睇到一部戲我好中意，好中意，中意到不得了，然之後我又覺得唔得。 我有冇可能將呢部戲帶翻嚟香港，放俾好多人睇呢？就算唔係好多人睇，都起碼放俾我熟悉嗰一班朋友睇啊！因為我喺外國睇到嘅呢、這個戲，亦都係基於呢個咁嘅原因，所以我翻咗嚟香港之後，開始問啦：發行係點樣樣嘅呢？我要嘥幾多錢先至可以買到呢套戲？買咗呢套戲翻嚟，我要通過乜嘢嘅渠道、乜嘢嘅 process，我就會可以作為一個供應呢？」 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就開始涉足咗法學。我蘇花而家譯咗超過，我相信誒、呃，我冇統計過，但係應該起碼有二百幾套戲啦，唔係太多下即係如果以一個一个 subtitle 嚟講，咁但係當我做咗呢個工作嘅時候咧，我又發現一樣嘢啦，原來佢又帶俾咗一啲未諗過嘅。 嘅嘅嘅 advantage 嘅优点嘅好处就系、是、原来我發翻译嘅时候，我其实系喺度翻译紧佢嘅剧本。我其实系好仔细好仔细咁样样将个剧本由头到尾，唔单止系睇一次，甚至系完全搞通晒一次。你经常要反复咁睇。 然之後，你就可以睇，先至睇到裡面嘅奧妙嘅地方，先至睇到佢點去寫人物，點去寫人，誒、呃、點去寫誒對白，點去寫反應，點去交代一個故仔、这個 storytelling 嘅方法係點樣樣。當我去翻譯嘅時候，我就有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誒責任，唔應該淨係純粹翻譯，而我係要去 match 翻嗰個對白嘅語氣，嗰、那個對白。 嘅神采，嗰、那個對白，嗯、呃，顯示嘅背景或者系阶级，甚至我要用广东话啦开始，我未必系第一个香港嘅西片用广东话入字幕嘅人，但我相信我系其中最早嘅一个人。我冇读过电影嘅，因为我我中意电影，去再去開始做电影写剧本导演又好，咁但系对我嚟讲，嗯、呃、的而且确。 特別係寫劇本，其實寫劇本我就發現，原來呢个個係一個最好嘅方法。Just imagine，如果你真係可以翻譯咗，唔好講話二百部啦，你翻譯咗五十部電影嘅對白之後，你點會唔識啊？你點會唔唔明白一啲道理呢？當我去寫影評嘅時候，我發現我好 handicap。 handy i c 劇嘅原因係電影係最具體嘅藝術，因為佢有聲音有畫面，而且嗰個聲音同個畫面嘅感染力係好大嘅。加埋而家科技啦，大家都知道嗰啲冚唪唥都係電影帶俾我哋嘅震撼力，帶電影帶俾我哋嘅力量，一個感染力。咁我接收咗呢啲 message，接收咗呢啲感染力、呢啲感官嘅嘅嘅嘅嘅感受之後，我將佢化成為評論嘅文字。 我就覺得文字係好 handicap，我覺得我自己嘅文字嘅素養係好低。每睇一次，再重新整理嘅時候，可能你又會有新嘅睇法，你會推翻自己，甚至完成咗之後，你要聽人講、睇反應，或者去睇第二啲嘅影評。嗰时時因為原地好開放啦，咁其實好多影評與影評之間呢，會會產生不戰嘅。 邊個有說服力？邊個個文字嘅嘅力量夠？其實就邊個贏㗎啦，或者邊個可以令到讀者即係即係企喺佢佢一邊？跟住你會發現咧，即、就、係、是、你真係你唔係輸贏嘅問題，而係你真係你嘅喺你嘅 argument 裏邊，你係有有錯失、有缺陷，甚至你會睇錯嘢。咁所以呢一種咁嘅不斷需要推翻自己，或者俾人推翻，我覺得影評。 俾我評論我，俾我評論文字給，俾我其實就係、是、呢最大嘅好處、就是。就其實我係我係我係會認錯嘅，我係完全唔驚認錯嘅。我係就算喺個過程裏邊，其實我自己已經已經擁冧咗自己好多次㗎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對後來我創作嗯其實一個好大嘅影響。咁就等於其實其實 life 就係咁樣樣，有好多嘢你需要每一樣嘢。 真係有好多好多角度你可以睇，好多好多唔同嘅面向你係需要去同時候去考慮，或者企喺人哋、企喺對面去考慮。咁你就可能會得出嚟嘅結論，得出嚟嘅結就好唔一樣。咁犯嘅 mistake 可能，如果你嘅累積嘅經驗慢慢多，係會少啲咧，或者吸收嘅時候你會快啲敏鋭啲。咁呢個整體嚟講就係即係。就是 即系我我我我喺喺喺喺回顾电影里边俾到我嘅嘅一啲嘢啦。